我们家南丽呢？南丽她有点不舒服，在里面呢，您去看看她吧。啊，不舒服了，丽丽？没什么，就是感冒，也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怎么了？感冒？没有，我就是那个啊，没事，睡了一觉，好多了，退烧了已经。那怎么还发烧了呢你？啊，陆二哥，我看一下，来来来。哎呀妈，我这感冒也传染，你离我远点。哎，你说怪吧啊？昨天晚上我就没睡踏实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心突突的跳，这就叫母女连心。啊，没事了，真的。那欢欢呢？欢欢那个感冒了吗？啊，没有，严鹏把他接过去了。哎，我就说他怎么会来的啊？哎呦，我生病了，他来刚好赶上了，人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然后就把我送去医院了，然后就留下来照顾我来着。你也好奇怪的，你亲妈不是在这儿吗？你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吗？我打电话给你们，你瞒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老阿姨，你这抵抗力不如年轻人，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啊？谁照顾谁啊？那我现在我来了，我可以照顾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夏君山呢？明天回来，得好好谢谢人家田雨岚，人在这守了我一天一夜。你们好歹总知道的吧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当然。严鹏送的鸡汤。嗯，我把上面的油撇掉了，你趁热喝。谢谢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把南丽好利落了，我再把欢欢送回来。麻烦你们了啊，没有，再见啊。好，好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餐桌上有维 C 泡腾片，您给自己泡一杯喝，这个时候谁都不要有个头疼脑热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再见。啊，阿姨，南丽在医院的时候以为自己中招了，都开始交代身后事了，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您。我知道了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再见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